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奥特曼格斗进化。好，咱们今天选的这一个是迪迦奥特曼。哇，这个迪迦奥特曼非常的特别啊，太难了是吧，就像在大染缸里面刚出来一样，刚洗完澡。对战这个暗黑战士，哇，这个暗黑战士战斗力好强，他战斗意识也非常的厉害是吧，出招的速度太快了。哇，他手里还拿着鞭子，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好，咱们战神合体，小样，你这次你倒霉了。哇，他竟然会必杀技啊，又会变身，也变成迪迦奥特曼了，这家伙有点过分了。你一个怪兽，你不当你变成了奥特曼是吧？好，咱们必杀技走一个，动感光波，你给我抖一下，小样，你再来呀！你以为你变成迪迦奥特曼，你就是迪迦奥特曼了是吧？放开手就是干，说话就是渴。哇，小恐龙。暗黑小恐龙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就算再高的山也在我脚下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。哇，这小恐龙也挺厉害的，它力量挺大的是吧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干出个未来让梦想开花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干出个样来给自己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。哇，这个小恐龙都给我们举起来了，你说咱们这个迪迦奥特曼的力量得有多大，看这个恐龙比我们大了多少是不是，太厉害了，这就是战神的力量，战神的力量不容小觑啊！但是咱们现在的血量好像比这个小恐龙的血量还少一点，这就让我们非常的尴尬了。这小恐龙咋这么厉害？是不是？这家伙非要让我上个必杀技啊，他才愿意倒下。我是老王，喜欢老王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。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